尊敬,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下面说说这段经文的第三个重点问题：超圣独妙。超圣独妙有这样几种解释，《法华游一说妙。庙 是精微深远之称，精彩微妙，深入久远。大日经书说妙是更无等比，更无过上，没有能比的，更没有比它更好的。慧书说，超圣独妙。 不仅仅是广大，而且其中一切庄严之事，佛身、国土、医报、政报，都是第一无比。超诸佛刹是最为精美，所以叫超胜。唯有极乐这一国土最不可思议，所以独妙。 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能得到十方诸佛如来的共同赞叹？一定有它独特的、与众不同的、不可思议的地方。会书列举了七件事情，说明极乐世界的超胜独妙。这七件事儿是：一 法报应化所出本国。二，佛身光寿超过诸佛。三，名号利益独出南斯。四，令五成其入暴土。五，二成根缺女人类。 顿转一成。六往生正因，一修一惑。七生后得果，太顿太高。我们选择其中精彩的四项：佛身光寿超过诸佛，名号利益独出难思。 往生正因，一修一获，生后得果，太顿太高。与同学们一起学习与分享。佛身光寿超过诸佛，因弥陀为佛中极尊、光中之王，寿命无量，所以佛身光寿无量。 这无量，那无量，寿命无量是第一无量。如果没有无量寿，其他无量不复存在。佛无量寿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个个无量寿。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所希望得到的。谁能给我们无量寿？ 只有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阿弥陀佛。所以说，无量寿是西方极乐世界最为超胜独妙的地方。佛无量光，佛身放光，称为光中之王。光代表智慧，佛智慧无量。 佛光寿无量，是西方极乐世界最为凸显的超胜独妙名号利益，独出难思。阿弥陀佛用什么来帮助众生成就众生？就是用他的名号，这个不可思议。这句名号的意思太丰富了。 真的言之不尽。就说无量觉吧，哪一尊佛不是觉？所以这句名号就代表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的总名号。念这句名号，全念到了，一个不漏。佛的名号，当然包括菩萨的。 佛是果上的名号，菩萨因上修因的名号，因果相应，因果一体。所以这句名号里头也包括一切菩萨在其中。念一个，全念到了，不可思议。这是西方极乐世界超圣独妙的地方。 往生正因，一修一获，这个重要。这句话太重要了。易修易获就是不难，容易修，容易获得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为往生正因。你看，就是八个字。什么叫发菩提心？ 偶遇大师在要节里告诉我们：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这个心一发，极乐世界就报名，就注册了。莲花上有你的名字，阿弥陀佛讲台里有你的座位，就等你去了。 你寿命终了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。如果你念佛功夫成片了，阿弥陀佛就来加持你，和你联系。或在定中，或在梦中，让你见到他，他来告诉你，你的寿命还有多长，他什么时候来接你。如果你还有寿命，但你不要了。 要跟佛走，佛很慈悲，就带你走了。跟你约定时间，不马上带你走，是让你告诉亲朋好友，哪一天佛来接你，告诉他们看你往生，让你升起信心，求生净土。妙，妙不可言，就在这个地方。 生后得果，泰顿太高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，真的是太快了，太高了，让人不敢想象。忤逆十恶，临终十念，即得往生，速登不退，故曰泰顿。 到了极乐世界，就是阿维月智菩萨，太快了。带货凡夫，带了很重的罪业，横生彼土，便是阿比跋智，为其补位。这个地位跟补处菩萨、等觉菩萨平等，故曰太高。 善导大师说：“四十八愿庄严起，超诸佛国最为精，所以叫超胜独妙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永远不会退转。三种不退转都证明：第一个是位不退，他不会退落到凡夫。” 不会退到小乘，这叫位不退。第二个是行不退，行不退是菩萨道，不会退到圆觉。第三个是念不退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他一定会正得，快速。三种不退。 一次就达到，不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。八万四千法门是有阶段的、阶段性的，他没有同时证得，太顿太快了。这样的果德，快速，地位高，此城十方之所无，十方诸佛差头里头找不到。 所以叫独妙。这完全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。我们修净土的最重要的是四十八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愿，这样阿弥陀佛的加持就特别明显。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。 同德同行，才会有这样殊胜的果报。这个机会，绝对不能丧失。什么机会丧失都无所谓，这个机会万万不可丧失。丧失这个成佛的机会，太可惜了。这次到人间来，什么是大事？ 这是头等大事。第八品第一段经文的三个重点：住真实会，一向专治庄严妙土，超圣独妙。就讲到这里，下面请看下一段经文：于无量劫积之德行。 不起贪嗔痴于住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行寂静行，远离虚妄，以真寂门执重德本，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，专求白法，惠利群生。 志愿无倦，忍力成就。这一段经文的大意是：上一段经文是助真实会，成就妙土，超圣独妙，建立常然，是积功累德的总纲。这一段经文开始是积功累德的详说。 第一句就标出法藏大事庄严妙土是长期不懈，是经过无量劫精进修持的，于长劫中积累培植种种具足功德之行，心中不起贪嗔痴,痴三毒，也不贪着色香等六尘。 一心所要，只是一佛善根，念佛名号，一佛念佛自得心开，入三摩地思维第一。同时，深入寂灭为乐的无上寂静，入无余涅盘的妙行，远离虚妄这一切恶事的根本。 以第一义谛的法门，勤修万德的根本，念佛名号，是善终之王。所以同于三世诸佛，常修念佛三昧，不去计较种种苦恼的干扰，对生活没有贪求，不追求安逸享受。 厌恶名利，少欲知足，与所发誓愿永远没有厌倦，坚决刚毅，得成于忍，如同忍辱仙人被割力王污蔑并节节肢解，不起嗔恨。下面具体解释一下这段经文。 于无量劫积之德行，短短的两句经文，内容十分丰富。无量劫，在无量劫这么长的时间里，阿弥陀佛在干什么？积德，积之德行，积是积累。 一点一点的积聚，通俗点说，积攒。植是种植，向种植树木，多年成林。德行，使具足功德的行持，这样积德修善，久经时节，没有疲厌。这两句经文告诉我们。 德是多么重要！阿弥陀佛，在无量劫里积之德行。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在积之什么？我们是在积之六道轮回的业因，还不自知，真是可怜悯者。我们学佛，为什么不能正果？ 学了一辈子佛，连个出果都没挣到，为什么？德行不够啊！有人听了不服气，你凭什么说我德行不够？别着急，别生气，咱们以理服人。举几个眼前的例子，你给自己打打分儿，看看你的德行能打。 多少分一五种贱货，你放下了几个？放下一个，你得二十分五个都放下了，你得一百分最常见的身贱，执着这个身是我的；边贱就是对立，跟人对立。 跟事儿对立，跟一切万物对立，你放下了，可各得十分的加分儿。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给你加分儿？因为这两个件是最难放的。你要是把身件放下了，后面的就好办了。所以，如果你身件放下了，边件放下了，你可。 各得十分的加分，一个是二十分吗？你做到了，你得三十分，给点鼓励。二，你还有喜欢的人和讨厌的人吗？下面这四句话，你做到了几句？做到一句得二十五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我不爱的人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我恨的人；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；不跟任何人事物对立，这、就是四句话。你做到了一句，做到了两句，你自己算算，你自己合合分儿，三 你还有问题和别人争论，甚至是吵架吗？四步，不争论，不讨论，不辩论，不解释原则，你做到了吗？是让自己恒顺众生，还是让众生恒顺自己？四步做到了得五十分儿，恒顺众生做到了得五十分儿。 四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你做的如何？顺者为孝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如果物质上极大丰富，但就不顺，总是和父母别劲儿，说伤父母心的话，做伤父母心的事儿，让父母伤心。 操心、挂心，这是不孝。什么事儿最伤父母的心？儿女不和，遇到这样的事，父母真是痛苦万分，又无可奈何。养父母的身，养父母的心，养父母的志，做到这三点。 是圆满的孝养。我们学佛同修，要努力做到至孝。什么叫至孝？一劝父母念阿弥陀佛；二帮助父母往生极乐世界。能够把父母送到极乐世界的儿女，他们自己今生一定成就。 奉事师长，最最重要的，尊师教诲，依教奉行，老实听话，真干。遇到老法师这样的真善知识，真正的名师，真的是千载难逢，我们要倍加珍惜。孝养父母做到了，得五十分 奉是师长做到了得五十分做的不圆满，自己酌情减分五，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这两句话，我们像口号一样喊了多年，真正能够做到的寥寥无几。见世间过的突出表现。 就是搞人我是非，搞人我是非几乎成了障碍学佛人成就的通病。我们自己还浑然不知，你说该有多么可怕！因为搞人我是非，随业力牵引，继续在六道里轮回，你说有多冤枉？ 你对照一下自己的言谈举止。如果这道题是一百分儿，每搞一次人我是非减掉十分儿，看看多长时间减光。五道参照题，每道题如果是二十分儿，总分儿是一百分儿。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。 实事求是的打个评估分儿，可以酌情加减。做的突出的可以加分儿。以理服人，用事实说话。看看我们的德到底够不够？不够不要紧，我们缺啥补啥。德行不够。 我们积之德行吗？怕就怕不认账，不肯积之德行，那就糟了。不起贪嗔痴欲住想，这是对内而言，在自己心中贪，贪嗔痴欲、色欲、食欲，内心不起了。 色香味触法，这是对外而言；对于外尘也不贪着，只是喜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一切都放下了，心中所意所念都是佛，所以这个很精进。《手楞严经》。 念佛，圆通章曰：“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”华严经曰：“十地菩萨，每一地菩萨都不离念佛。”无量寿经大教元起品说：“去来现在，佛佛相念。” 观佛三昧经说，耳时会中，即有十方诸大菩萨，七数无量。再说此经的法会中，十方来的菩萨太多太多，不知有多少。各说本源，每一位菩萨，个个都说自己过去是怎么修成的。 当然，每人本源不同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，都是由于念佛得到的。于是佛告阿难：“汝今善持，慎勿忘失。我欲十方诸佛及贤接千佛，从初发心，皆因念佛三昧力故。” 得一切种子以上观佛三昧经这段经文，实是无上稀有的殊胜开示。经义是，世尊告诉阿难尊者：“你现在应当好好的记住，千万不要忘记了。” 我释迦牟尼佛同十方诸佛以及娑婆世界在当前衔接中的一千佛，世尊是第四位佛，弥勒大士当来成佛是第五位，一直排下去，这一大劫里共有一千佛。 所以叫衔接千佛。从弥勒大士起，都是未来佛。所有这些，现在与未来的佛，最初发心，得到一切种智成就，都是因得念佛三昧的大力。佛佛相念，佛佛道同。 十方诸佛，衔接千佛，都是如此。所以法藏比丘也是这样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，意念他们所修的善根，意念诸佛的功德，意念佛德，于是感恩图报，要学。 佛之所行，一佛之所正，意念不忘，这叫一佛。也要持名念佛，名字有万德，总摄一切善药，具足一切法门。所以在念名字时，只要心也在名字上。 也就是意念了一切佛的功德，行寂静行，远离虚妄，依真谛门，直中得本。这四句经文很重要，对指导我们如何修行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行寂静行。 什么是行寂静行？我们来看看佛经和祖师大德是怎么说的。《探玄记》云：“无余涅盘寂静修彼。”《探玄记》是六世华严的注解，贤守国师做的，就是修无余涅盘的，这叫行。 叫行寂静行。涅盘分两种，一种是有余涅盘，一种是无余涅盘。比如阿罗汉，虽然烦恼断了，但业报之身还在，仍未解脱饥寒、老病之苦，这叫有余涅盘。 或有余一涅盘，言其生死之因虽尽，但有于有漏的一身，要等到七身一亡了，才名无余涅盘，或无余一涅盘。兹持记曰：寂静，即涅盘离也。 理是体，寂静是理。黄念祖老居士对寂静是这样解释的：“世尊释迦牟尼圣号，释迦牟尼是梵语，牟尼翻作寂静，或者翻成寂寞。释迦翻成能人。” 仁慈，仁慈是他受用；寂静是自受用。如果用《金刚经》的话来说，释迦就是生心，牟尼就是无助，生心无助，无助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释迦牟尼佛的名号。 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教我们最高等的修学方法。《理去波罗蜜经》曰：“毛尼者，寂静意，身口意寂静，故称毛尼。”《大日经书曰：“毛尼寂莫意也。” 常寂之土，就是常寂光土，微妙寂觉，幽深玄远，不可以言说之。如是法界，既然大灭度法，唯佛一人究竟清净，故名毛尼也。常寂光土，微妙寂觉。 幽深玄远，说不出；不但说不出，还想不到，无法想象。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这叫行寂静行。寂静行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眼前。寂静行用在生活上，就是菩萨行。 比菩萨高一级，这是佛行。所以修寂静行的人是什么人？法身菩萨。《金经》所云：“行寂静行，是大菩萨若无余涅盘之行，是法界大灭度法，非指二成之寂静行也。” 不是声闻缘觉，不是全教菩萨，是法身大士。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土的人在修。不过，西方极乐世界很特殊，因为每一个往生的人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身加持，做阿维越致菩萨。 二位月智就是修寂静行的，这是无比的殊胜，极乐世界独有，跟其他十方诸佛刹土不一样。修行在哪里修？功夫在哪里练？日常生活中修，日常生活中练。 离开生活，到哪里去修？到哪里去练？离开人事环境，离开物质环境，离开自然环境，没地方修。修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修什么？修无住生心。具体点儿说，就是处理好三个关系。 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处理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。我们现在建六合镜道场，首先要处理好这三个关系。这三个关系处理不好，怎么建六合镜道场？不和。 不净，别说六合净，一合净都谈不上，那不是打妄语吗？见六合净道场，不是哪个人的事儿，是法界众生的事儿。谁破坏和合，谁就造了极大的罪业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清泉水，还这个世界。 一点清凉。行寂静行的境界是真实的境界，因为我们是凡夫，说不出这个境界，想不出这个境界。假设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世间，跟我们在一起，释迦牟尼佛是行寂静行。 我们行六道行，我们行轮回行、寂静行，是如来所行的究竟清净灭度法，是诸大菩萨屈入无余涅盘的妙行。寂静幽深，不是言语所能宣说的。 法藏菩萨住真实会，远离一切虚妄，所以行的是寂静行，远离虚妄。什么是虚妄？虚妄这两个字很坏。不实就是虚，违反了真就是妄，虚假不实就是虚妄。 圆觉经说：“虚妄浮心，多诸巧见。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虚假浮动的心，又有多种巧见。这个巧见，往往指说虚浮不实的话，好多心眼儿，好多花招，好多策略。 这样的人不能成就圆觉方便。《涅盘经》有句话很深刻：“一切恶事儿，虚妄为本，作恶不是真的。为什么还有恶报？恶报是感应，是大自然的法则，善与善相应。” 恶与恶相应，众生在六道生生世世在这里搞轮回的把戏。菩萨无尽的慈悲，为什么不来度？因为他还在迷中，不能接受，等于白度。什么时候他在六道里玩够了，不想再玩了，菩萨就来度他了。 菩萨真的是慈悲到了极处，让我们升起无限的感恩之心。《无量寿经》里讲了三个真实，所贵的是真实，所记的是虚妄、虚假、浮夸、狂妄，都是妄，一切的恶事。 都是从虚妄所生。法藏大师积功累德，首先是远离了虚妄，就杜绝了一切恶事的根本。法藏菩萨所住的是真实慧，所行的是清净行，故能远离一切虚妄。法藏菩萨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了。 一真地门，地是真实不虚的意思。世间出世间的道理，决定不虚妄的，叫做地。有世间地和出世间地两种。世间地也称为俗地，世俗认为是真实的有。 任以为实，为了顺世俗迷情建立世谛，也称俗谛；出世间谛，也称真谛。智慧所见的涅盘寂静、真实的理，叫做真谛，也称为圣意谛或第一意谛。制度论说。 佛法中有二谛，一者是谛，二者第一义谛。为是谛故，说有众生；为第一义谛故，说众生无所有。所以，《金刚经》说：“我灭度众生，这是是谛；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。” 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是第一异地。以真地门，就是以圣异地为门，能够通入到涅盘，所以叫做门。依靠第一异地的门路，来培植众德的根本。 例如，《金刚经》说：“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就是以真谛门执种德本。执种德本，修一切善法，就是执种德本。执是种植、培植，德本。” 德是善，本是根。在教行信证里说，德本者，如来德号，指佛的名号。此德号者，一生称念，只要你念一句，智德成满，登峰造极的功德就圆满了，众祸皆转。 种种灾祸都消除，转变了。观佛三昧经说，十方诸大菩萨皆依念佛得。有释迦牟尼佛和十方诸佛及贤接千佛，从出发心，皆因念佛三昧力故，得一切种智。 就是证明，佛号就是德本。众生念阿弥陀佛，就是执众德本；发菩提心，老实念佛，就是一真谛门，广直德本。华严玄门，一多相集，一就是无量，无量就是一，一句佛号。 名句万德，万德都在一句佛号里。名照万德，在持名时所召唤来的，正是阿弥陀佛多生多劫积功累德所圆满的智德。偶意大师说：“一句‘南无阿弥陀佛’。” 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菩萨万德齐修，正入涅盘。但万善之中，持名是善中之王，所以直指得本就是持名，因为华严境界一真。 一切真，一成，一切成。我们重点说说“明照万德”，弥陀名号，体具万德。明照万德，着重在明照万德，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。体具万德容易懂。 明照万德这个意思深，所以叫德本。这个名号最重要的是唤醒自己。阿弥陀佛是谁？阿弥陀佛是自性佛，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。所有佛成佛都叫阿弥陀佛，为什么？ 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觉。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？这句佛号自利利他，常常回光照自己的人，真的德本他种植下去了，他没白念。为什么？他能得念佛三昧，得念佛三昧的人一定开悟。 无论是大悟、小悟，还是彻悟，都是德。所以名确实照万德。我们学佛都懂“积功累德”这句话，可是深究一下，却又似懂非懂。怎么积法？不知道。每天。 做好事儿，行善、放生、印经书、素食等等，干这些，不知道那个有德，但很少，不如念佛。念佛名照万德，你那些小德通通在里头，没人知道，这个很可惜。 真正知道的人，这个人会拼命念佛，这是学佛学明白的人。黄念祖老居士晚年往生前半年，每天念佛号十四万声，追顶念佛，那是表演给我们看的，是在表法，叫我们看什么？ 明照万德，这才是真正积功累德，不可思议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